我人生第一只露露猪啊，唔识得噶。太可爱啊！都两只人重复。Hello， 我今日就要拍一个期待咗好耐嘅开箱片。咁究竟我要开啲乜嘢呢？就系 Lulu 猪啦。咁讲少少佢嘅背景先啦。咁其实 Lulu 猪咧就系由 CC Story 啦，连同一间香港嘅玩具公司 Toy Zero Plus 咧联合推出嘅。咁佢就系由2019年嘅年初开始出现啦。咁佢除咗一个午餐肉嘅罐头 basic 款之外咧，仲推出过圣诞节系列啦、魔法师系列啦，同埋天使丘比特恋人系列嘅。其实我留意咗呢只猪好耐噶啦，咁但系因为佢实在太抢手，而我又唔想食炒价嘅关系咧，咁就一直冇机会带佢翻屋企，直至到佢嘅出现，呢、这个就系 Lulu 猪嘅樱花系列啦。咁佢就系2020年嘅春日樱花季嘅时候推出嘅，重点嘅系佢系有配件噶，咁所以咧佢当初一推出嘅时候，我就已经深深咬，好想带佢翻屋企啦。咁呢一个系列咧就一套有四款嘅，咁另外仲有一款咧系一个隐藏版嚟嘅。咁而我手上呢一款系一个原盒嘅套装啦，咁佢一套系有八只嘅，咁但系佢冇 guarantee 到里面系一定有隐藏版，所以我今日嘅目标就系抽隐藏版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开箱啦！你睇下佢嘅 detail 位做得几靓，我哋唔好讲咁多废话，即刻嚟开箱。佢里面系有八只嘅。就有个好可爱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佢如果有两盒摆埋一齐，佢可以拼成一只 Lulu 猪噶。佢喺每一款嘅盒面咧，佢都会有四款 Lulu 猪嘅样啦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开啦！好，第一盒，我已经见到佢咩款啦，因为佢系有一张卡喺里面噶。咁我而家抽到呢个就系哭啦！我人生第一隻 Lulu 豬啊，真係好得意啊！你係咪都想睇下佢啊？唔識得噶，真係好得意。佢係真係毛茸茸，有層毛喺面噶。跟住咧，佢就附送咗一個配件啦。你哋都想睇啊？佢附送嘅一個咧係一個有彈力嘅一個袋仔啦，上面係一個櫻花嚟噶。就系俾 Lulu 猪孭喺佢个身上边噶，太可爱啦！虽然佢咧价钱真系有啲贵啦，咁但系佢真系好得意啊！你睇下佢条猪尾，好，我哋快啲拆第二盒啦！因为我睇咗个卡就知道系咩款啦，所以我决定今次唔睇，唔好咁快重复。隐藏版，隐藏版，隐藏版。咁佢一样啦，里面都系有一个好可爱嘅腰包噶。佢今次咧呢个系趴喺度嘅，悠闲啊。装咗之后就系咁样噶啦。好，等我拆第三盒先。隐藏款，隐藏款。哎呀，重复咗啦！呢个就系第一只坐喺度嘅猪猪啊！再接再厉，第四盒隐藏款，隐藏款。呢个系悠哉啊，执训嘅猪猪，你睇下佢个 pat pat 几可爱。好，继续继续，隐藏款，隐藏款，又系趴喺度啦，趴喺度就唔开啦，隐藏款，
新噶。反應好似有啲浮誇，但係佢真係太可愛啦！咦，我已經齊曬啦喎，仲有最後兩盒隱藏款，唔通兩隻隱藏款都係 chill 啊！最後一盒隱藏款，又係趴喺度喎。唔紧要啦，凑齐一套我都好开心噶啦。虽然咧，我呢个原盒套装咧就抽唔到呢个隐藏款啦，但系俾我凑齐咗一套，我已经好满意噶啦！耶！多谢大家收睇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拜拜。